这才是未来8年流行的厨房。一，不要难看过门时，也不贴老式防滑砖，而是大砖通铺，空间延伸更大气。二，造句后不贴小砖，缝隙多难打理，而是大砖上墙，缝隙少不藏油。三，不装传统吊柜，而是把吊柜缩短，增加一组上翻柜，油盐酱醋好分类。四，地柜不做层板，拿东西翻箱倒柜，而是多做抽屉，拿取一目了然。五，吊柜下做线性灯，备餐不备光。六，不做难看挡水条，两边打胶一发黑，而是直接打美缝剂，减少卫生死角。七，水槽区抬高10公分，备菜不弯腰，台面延伸至窗台，刷碗更宽敞。八，不做双槽洗菜盆，大件锅具放不下，而是做个大单槽，锅碗瓢盆都装下。进入主页查看更多装修合集。